大家好，我是荣安，欢迎来到月 Yoga。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套针对颈椎的快速练习，帮助低头族缓解颈椎酸痛，有效放松肩颈区域。你可以像我一样坐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坐垫上，或者在你的椅子上，就可以随时开始这套练习。首先来到一个笔直端正的坐姿，双手自然落放于膝盖上方，肩膀放松。坐稳坐定以后，慢慢闭上双眼。我们来调整几组呼吸，深深的吸气，长长的呼出，继续均匀缓慢的呼吸，让身体以及大脑逐渐放松下来。接下来将你的所有关注集中在肩颈区域，慢慢地睁开双眼，双手在身体两侧指尖点地，准备慢慢地吸气，缓缓地提起双肩，感觉肩膀快要靠近耳垂。呼气，缓缓地松弛，肩膀远远落下。继续吸气，缓慢提肩，感觉脖子不断向下缩进。呼气，缓缓落下。再一组，吸气，慢慢地提起双肩，注意放松面部表情。呼气，缓缓地落下。现在由前向后慢慢扰动肩膀，舒活整个肩部，让每一个微小的关节都能得到舒展与放松。继续由后向前，充分的扰动。接下来伸出双臂，双手交扣，推转掌心向前。呼气，慢慢低头，努力推动掌心向前，眼睛看向双腿之间，感觉你的肩膀、颈椎以及手臂正在不断被拉长。吸气，手臂慢慢举起向上，掌心朝向天花板。开始慢慢抬头，眼睛看向手背，保持十秒钟。呼气，手臂落下，再次拱起背部，向前推动掌心，目光向下，伸展颈椎。吸气，举起手臂，缓缓抬头，看向手背，感觉后脑勺正在贴近脊柱。继续保持十秒钟。呼气，双手慢慢落下，回到身体两侧。
接下来呼气，转头顺着右肩望出去，吸气收回，呼气转头向左，吸气收回，呼气转头向右，吸气收，呼气左边，吸气收回，最后一组，呼气转头向右，吸气收，呼气向左，吸气收回，再一次呼气转头向右，从这里慢慢低头画半圈，转头看向左边，继续保持左右摆动，轻柔而又缓慢，感受颈部后侧得到温柔的拉伸。好，再一次转向右边之后，向上画半圈，转动到左边，再收回向右，继续保持匀速的摆动，舒展颈部前侧，完成以后摆头回正。接下来伸出右手，慢慢的压向左耳，倒头向右，伸出左臂，掌心朝前，慢慢的去扰动左手，接下来左手来到右侧腰间，继续让左耳远离左肩，吸气收起，换了一侧，左手压向右耳，伸出右臂，慢慢的绕圈，完成以后右手来到左侧腰间，左手可以微微发力，按压头部，让颈部的侧边得到伸展。吸气，慢慢的收起，松开双手。接下来，双手在颈部后侧交扣，大拇指在颈部两侧伸展。双手有力托住头部，现在慢慢抬头，手肘向两侧远远打开，感觉颈椎正在被拉长，呼气慢慢低头，手肘向前，继续拉伸颈椎，再一组，吸气抬头打开手肘，呼气低头收手肘，吸气手肘打开，双手托起头部向上，呼气低头，双手微微拉动头部向前，
吸气抬头，最后轻柔地去按摩颈椎，让它彻底地放松下来。以上就是本期的练习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记得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活动身体。如果喜欢我分享的瑜伽练习，记得关注点赞并留下你的反馈。我们下期再见， Namaste。